都下去。想不到这一箭也逼不出你的夺命流星。在下失礼。哼，你想杀我，我可不想杀你。夺命流星绝不轻易使用。我不是真的想杀你，因为我想你救我。你要能接得住这一箭，才能替我去办那件救我命的事。我要是挡不住呢？那你对我没有用了，你的死活我又何必关心呢？你这个天魔星至少还有一点好处，你很坦白，所以我还不该死。你要我怎么救你？替我去杀一个该死的人。谁？我老婆。你有病，你真的有病，否则你怎么会叫人家去杀自己的老婆呢？本来我没有病，现在我有病，只因为我喝了一碗参汤，是我老婆亲自为我炖的参汤。汤里有毒？嗯。她为什么要毒死你？因为她喜欢男人，各式各样的男人。那你为什么还没有死呢？他还要利用我。花无病有千万家财，有武功盖世，只要我不死，就没有人敢伤害他。如果我想不死，就一定不能让他死。我听不懂你的话。梅大侠，只有他有解药，一年给一次，只能保住公子一年的性命。为了去求他这一年一次的解药，他要我干什么我就得替他干什么。你这种日子倒确不好过啊。要杀他跟取解药只有你能办得到，因为他喜欢男人，你是个突出的男人，他身边有各种不同的男人，都是些武功很不错的，个个武艺高强，有四个是他最宠爱的，他们日夜不离看守着解药，诡计多端。这四个人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，因为武功高强，没有人能够对付得了。我听说过，是不是要取解药，先要除掉这四个恶人？最可怕的还不是这四个人，是谁？是我老婆。花雨夫人，我想象得到。你敢去吗？我还没遇到过我不敢做的事。你肯救我的命，花无病绝不负你。不必，我肯去绝不是为你花无病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肯去？因为我高兴。梅大侠，